韩国赛国鱼喜忧参半，翁虹洋横扫对手，孤身闯入四强。北京时间4月8日消息，2022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韩国公开赛展开四分之一决赛，中国队喜忧参半，翁虹洋保持强势，他直落两局获胜进入男单四强。欧选一，黄雅琼以0-2落败无缘混双四强。翁虹洋在四分之一决赛遇到马来西亚的黄智勇，上一轮翁虹洋就淘汰了马来西亚另一位球员詹俊伟，首局开始后两人几次战平，四平后翁虹洋连续得分拉开领跑，黄智勇曾追至7-8，翁虹洋还击四分再次拉开，这之后翁虹洋牢牢保持领先，他以21-11先声夺人。第二局翁虹洋越战越勇，很快连得十分确立优势，之后他没有给对手反扑的机会，21-12他锦上添花，以2-0获胜进入四强。混双四分之一决赛里，欧选一，黄雅琼在大部分时间都比分落后，他们被马来西亚的陈建明、赖佩君压制，最终欧选一，黄雅琼以18-21、17-21连丢两局，落败无缘半决赛。